是 Joseph 江卓全。Hi， 我是 Astro 星期五强击队友，我叫 Jeff 陈浩然。OK， 加入我们青年军纲，要讲做你的朋友，谁来的那个是？那是我的粉丝后援会会长 Jesse。然后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他遇到一个变态的粉丝，对对对，看他救不救到他了，是是是，太。喂 ，Jesse 啊，什么事情？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有叫一个？现在这个 lobby 这里有一个很疯狂的粉丝来找我。然后他就一直讲他很喜欢我什么东西的，就一直讲一些我都听不懂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很奇怪，我就问他咯，他是想是会长叫他来的。啊，不可能，这你重点是我们都不知道你好像在哪里啊。就是那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你是有叫这样的人过来是吗？因为他真的很奇怪。不可能的事情，不是我讲直接一点，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去看 inbox 每一个东西。现在他会伤害我，很怕在外面。而且他们跟我拿 WhatsApp 号码，我也没有给他们，就算加我微信，我也没有加，我什么都没有加的，我也不可能叫他们去找你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是有点怕他，因为他真的还蛮恐怖的，我觉得他会伤害到我了。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他是男的啊，他就突然出现，他直接过来抱住我 kiss， 你懂吗？我都杀掉了啦。不过我就问他咯，你跟他聊看，应该 OK。他在哪里？哈哈 ，Hello。你是谁？我叫 Stanley， 你是那个会长哦。你是谁？我是粉丝嘿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讲了，我是粉丝，我很喜欢，我爱他，他爱我。你叫我来的耶，我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根本就不可能。你要不要？我跟你讲，你要不要过来？我知道他住什么房间了耶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喜欢偶像，没有病啊。你等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你看我真的是我，你看孩子，我讲不到电话了，他一直推我。你没有，你讲真的，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哦 ，Stanley？ 他讲他认识你。他讲他认识你哦。真的吗？他都有你的电话号码，我不懂啊，他整个人就很乱就对了。总之他就。你是哪里人？他怎么可能？Hello， 我是地球人来的，别不怕。你在哪里？我带他去找你一起啊。在哪里不关你的事情吗？你不要骂我，我是傻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带他回家，他是我的。你没想这么容易给你带回家吗？你们的偶像已经被我们锁在 My FM 了。这里是 My FM， 现眼军咖。好玩吗？你完蛋了！小王姐，你完蛋了！